last time like that, that.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白本宫，白本宫是我。现在要前往老虎城的路上，今天跟大学同学有约，我们要来三个人的约会。That's my baby, that's my look.Touching slowly, love how you hold me. I was a player, they once they owned me. I seem to play. 嗨，两位看一下镜头，打个招呼。我在录影啊，我在录影。隔壁啊，现在在选菜单中。大学的日常就是一直这样子拍照啊什么的，然后旁边的这位配音非常的无奈，这个就是一直拍照狂，自恋狂，好恐怖哦。然后呢，他真的很可怕，他就说脸可以骗人，然后一直用脸去骗人。我可以骗一下。嗯，举高。Touching slowly, love how you hold me. I was a player, they once they owe me. 你要帮我录吗？真的吗？因为我真的不敢点。不吧。我刚刚看到木耳又拒绝，结果他又有。太棒了妈，你要带我吃什么？看你吃什么，自己就会长大了。吃树叶啊，那边不是很多树叶吗？自己就会长大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放羊的孩子才会长快，大只，所以要管束一下。约请假是搞什么啦？啊！我怕我再讲下去哈。你不去录一下他吗？刘姥姥逛大街，来来来。怎么老了？你是啊？我们不要理他，我们两个自己逛。自己逛。这也不是你两个人的事啊。看他啦。我记得我上次来好像还是大学的时候、欸。好像是哦。你想干嘛？戴墨镜，直横的横的，然后你再开始我就开始，开始了。月亮眨眨眼睛，我把你放在手心，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，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，就等着你呼吸决定。你跟他两个人肩并肩这样走了，帮你们两个那个拍一个那个 MV 啊，好不好？手牵手啦。带你去海边，让你去吹吹风，带你去感觉下一秒钟感动。手举起我的左手，跟世界 say hello， 放下你的忧愁，带上开心笑容，走到世界尽头。有一天，当我突然遇见，是谁走失了的笑脸？好了，这段录给我，扣着，给他老公看。没有 po 上去，他就会给他老公看了。
一次进来。还好不是会随便吓到的啦。他密闭空间不会没有就像那种啦。嗯，这种就不会了，对的。今天结束了三个人的聚会，期待下次我们再见，拜拜。